是，现在时间点是2017年10月9号凌晨4点接近十分了，凌晨4点10分左右。10月9号，明天双十啊，今天是周一的凌晨。但我们看时间点 OK 吗？或者现在也看一看时间点也可以的。是，我是小宋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凌晨录的第二段了，第一段正在上传当中，是赵永华所唱的。那第二段就是这一段了，现在是放的 Sparrow， 是，好像个是韩国裔的是，是中年女歌手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大家也是啊，那大家就可以看看了，是，现在时间点在左下角，看看时间。是命运之星 Sparrow 是，待会介绍什么叫 Sparrow 就本日本语啊。那大家有听过 Sparrow 是那个是夏威夷的那个天文望远，叫 Sparrow， 那非常大的一个望远镜，在地面上呢，那在高山上空气非常稀薄，那也叫 Sparrow。 那各位在台湾非常耳熟能详 Sparrow 是一个修旅车，是不是不同厂牌的修旅车也叫 Sparrow？ 那有听过这个发音，不晓得什么意思，是，但我就讲到了，是，那基本上这连了三段了，是。那这个是中文翻译的部分，不是翻成英文，是翻成中文，我们的国语啊，是。你看到卯，待会讲到什么叫卯，是命运之星，是。就像安所参考的一些，是其中一个版本的中文版，那不只是其中一个版本而已，他看了两段嘛，把它改成自己的版本，安自己的版本。我们展开来看看命运之星。以为闭上双眼便瞧不见那痛楚，看到安版中音。那前半段是日文歌，是日文歌词，看看也许看一下 OK 吧。后半段是小松的翻译版本，是谷村新司所作的词，他自己是原唱者，是谷村新司。那前面看不懂无所谓吧，我们只要看中文的部分。是啊，下面的部分开始了。以为闭上双眼便瞧不见那痛楚，因为睁开眼，只见荆棘满路，散落一地的不仅我破碎的心。星星呀，就有你微弱的光芒照亮我路途。我将远走，即便一脸苍白依旧。再会命运之星，别了。冰冷的秋风，即使你一度冲塞我胸口，我终依旧滚烫，为了继续追寻梦想。无心却曾飞扬，我们的星星啊，即便生命将到终点，要尽情绽放光芒，决定照着咱心愿一路摸索。坚持不犹豫啊，再会了毛秀星。也许吧，有一天另一个人也踏上这条路，也许某一天某个人终也踏上这旅途，和您一般，我心仍然闪烁。是啊，Sparrow 这边有讲到七姐妹星，
我小宋是印象拼出了英文字，就是欧洲的单字 PEIDS 嘛，是那个母音好像有一些变化，又没有网查，不确定那个拼法是。那欧洲的七姐妹星，它翻成它直接从是欧洲的神话翻成中文就翻成七姐妹了，就让中国或东方的系统是卯宿，Sparrow 是还基本上日语，卯宿的话，那紫微斗数应该找得到资料吧？不太清楚。10月6号早上7点20分，那这边连了三段，你看看是第一部 Sparrow 哦，应该是第三部是不是？就是它倒过来，第一部所连的应该是天辰是驰援的，第二个是田川的是戏谑，非常动听的。我们再看看 OK 吗？看看你出去看看啊，什么看到？第一部驰援，第二部是田川。第三部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安的中译版本。好，过去这段短短的6分又有10秒钟过去了，是看一下时间点，2017年，好，结束吧。结束。现在是凌晨4点15分，周一，是10月9号，2017年。